徐总康姐，我们等你很久了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什么人？等到地方就知道了。执行公务，你让开条路，别让兄弟们为难。我可是李主任让我把康小姐安全送回家的，谁让你们抓的人啊？这是上面的事情，我只是照着命令办事而已。你闭着眼让兄弟们过去吧。那行，我问问主任，他说让我就让。你这就是为难兄弟们了。我要是让你把人带走了，兄弟我也不好向主任交代啊。我也不跟你废话了，你到底是让？还是不让？这出什么事体了？看见什么？赶紧报警去！啊，好的好的。哎呀，爸，老谢最近上哪儿去了？怎么总也见不到他人？整天老谢老谢的，要是让你妈知道，又得说你。主任，主任，丹丹，还没有练琴的吧？啊，不能偷懒，快去练琴。不用你打发我，我自己会走。谁要听你们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？哼，没大没小。怎么了？有人要抓康子琴，被多三撞见了，正在那耗着呢。什么人这么胆大啊？敢抓你们特工部的人？不就是那个姓陆的小王八蛋？冷建平？那他为什么要抓康子琴呢？说是在他的寓所里搜出了违禁品，怀疑他是抗日分子。抗日分子？会不会是栽赃陷害呀？不管是不是栽赃，人一定不能让他们带走。好的，主任，我这就带人把那帮狗东西给赶走。你去，但不能带我们的人。主任，我找青帮的兄弟去。慢着，主任的意思是，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这是在搞内讧，这样传出去影响不好。主任，那要真动起手来。我们也不出面、啊。真要动起手来，日本人就出面了。主任，他们派了很多人，堵着路，不让我们把人带走。是行动队的人吗？不是，向着外边青帮的。他们这是有意跟我们过不去啊，怎么办？什么都不办。什么都不做？什么都不做，那就是做了。我还是不明白，什么叫什么都不做就是做了？他们找青帮的人出面，就是自己不想出面。他不想惹。我们也不想惹麻烦，这难不成就这么耗着呀？让他耗着，等事情闹大了，日本人会出面，谁对谁错，不就清楚了吗？对，包庇抗日分子，看他在日本人那儿怎么收场。我刚才测了一卦，龙潜伏于渊。去隐忍待机，不可轻举妄动。
因藏锋手拙，待机而动，懂吗？你就这么等着呀？万一……兄弟，事情闹成这样，咱们怎么收场？你先开的枪，你问我。反正咱们都是跑腿的，上面怎么吩咐就怎么去做。你要怕惹事儿，自己先撤出去。你可别开玩笑了，我还想让你先撤呢。我身体不太舒服，我想躺一会儿。麻烦你们站在门口行吗？哎，行，王小姐。不行，他们两个是我父母要带的。不是，我说你动动脑子行不行？啊，你看看外边现在这样，你这人能带得回去吗？那康小姐说了，身体不舒服，你就让她休息一会儿，咱们俩就到外边等一等。好吧。那些传单哪儿来的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跟他们说什么了吗？你跟那些人什么关系啊？现在不是抬杠的时候，你必须把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我。那你的事情呢？让兄弟们铐上去，我看谁敢开枪。是。这些人为什么会来这儿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范先生，我不想骗你，但我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。有些话我不能说，但我请你相信我，我跟外面那些人绝不是一路人。你是抗日分子吗？你别问那么多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我跟你都是一样有良心的中国人。就算你是抗日分子，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。传单的事情我跟他们解释清楚，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你这么解释他们是不会相信的，他们一直会追查我们俩是怎么认识的，为什么住在一起，最后一直查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。他们会这么做吗？一定会，因为他们是职业特务，想瞒过他们没那么容易。所以现在必须让他们相信我们俩在一起有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。什么理由？这个合理的理由就是，你是我的未婚夫。未婚夫？对，未婚夫。时间不多了，范先生，我现在跟你说的每一句话，你必须记住。同样，我问你的，你必须一五一十地告诉我，因为现在咱们俩说的，以后特务一定会问到，你明白吗？现在这些帮会分子正堵在门口，不让我们把人带走。你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指使者是谁？这个我不敢乱说。不过青帮是讲究辈分的，能一次调动那么多人，肯定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到的。现在上海滩
有头有脸的青帮大佬也就那么几个，其实想要知道谁是背后主使也并不难。我不管这件事情背后指使者是谁，与大日本帝国对抗就是大大的有罪，必须严惩。这个当然，只要有您的支持，我们一定追查到底。好，我立刻就派宪兵队配合您的行动。多谢您的支持。去给主任打电话。嗯。你这些传单是从警察那儿抢来的？是。这件事还有谁知道？没有了。据说，在康子琴的家里搜出了抗日的违纪品，这是确凿的证据。你还这样护着他，实在是不应该呀。我们支持你们特工部，就是为了打击抗日分子的活动。你这么做，我怎么向军部解释？对不起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我想说说我的看法。首先，康子琴是不是抗日分子？事情发生的太蹊跷了，要这件事儿得您亲自去找大岛队长商量。现在这个局面，即使我出面，也很难让宪兵队撤回去。大岛是个狂妄的家伙，我现在去找他，只能让他感觉到我们理亏。那您看这件事儿该怎么办呢？看来只有请山本司令官出面来协调这件事。接山本司令官。对，我是伊藤。我刚才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？那我现在问你，你是不是上海人？那是你什么人？是。康总监，请开一下门。
让还是不让？不让。等一下，山本司令官的命令，人交给特工部带回。康小姐，主任让我把二位带回去。今日のことに関し、司令官閣下は非常にお怒りだ。お二人が団結できないせいで、部外者に笑われた帝国の名誉が傷ついた。わかるな。中国人は狡猾な奴ばかりだ。特務は、本来、中継側の変節分子と、上海側のならず者団体が混じり合って組織されているものだ。中にはいろんな勢力がある。だから、我々は厳密にこれを組織し、利用するべきだ。しかし、お前らは彼らを組織できないのみか。かえって彼らに利用され、権力闘争の道具にされている。なんとまがまがしいことか。はい。お恥ずかしい限りです。上海は、我々、大東亜共栄圏の重点的象徴である。司令官閣下は、分裂やなかたがいが起こることを望んではおられない。あのヒゲ野郎が死んだ以上。ポルトガル銀行の件はもうここまでだ。もはや意味はない。これ以上の調査は、もうやらなくてもよい。はい。はい。ですが、まだ公式金土曜の、共産党分身だと疑っています。これは、特務の仕事だ。奴らの人間は、奴らで処理すればよい。司令官閣下が君らにおっしゃりたいのは、我々の仕事は、王政府の代替ではなく援助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。でなければ、この政府を援助する意味が全く失われてしまう。お二人とも、お分かりか？那我们现在主任，主任，我们是冤枉的。有话慢慢说。事情闹成现在这样，我就是浑身是罪也说不清楚了。不着急，白就是白，黑就是黑，谁也不准冤枉好人。我和冷副主任来，就是要搞清这件事情。这位怎么称呼？啊，他是我的未婚夫，叫范伟晨。这件事和他没有关系，你们要问就问我。你还逞什么能啊？要不是你闯的祸，能闹成现在这样吗？康小姐有未婚夫，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？我们早就认识了，谢处长不是一直安排我去重庆吗？怕重庆方面知道我有未婚夫，又派人过来调查，对我不利，所以这事儿一直没有公开。传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是我的。是他抢的。你说这人倒霉，喝凉水都塞牙。他从一个警察手里抢过来的。抢警察？我们家老范呢，就是心肠软，非要帮什么难民，跟一个警察就结下了梁子了，让人坑了钱。你说坑了就坑了吧，他倒好，非要要回来。您想想看，那吞进去钱能吐出来吗？他一着急就抢了人家的包。这些天我不在局里忙嘛，没回去。等我再回去的时候，他又怕我生气，就没跟我说这事儿，结果就闹成今天这样了。你把这整件事的前因后果都把它写下来了。
我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没什么可写的。你要是不相信我，您可以把我抓起来，反正谢处长现在不在，谁都可以欺负我。别激动，如果真是一场误会，我为你做主，绝不冤枉好人。有靠山也好，没靠山也好，孰是孰非总会查清楚的。哎，对了，冷火主任，我还有个会，今天就这样。好吧。我就知道那个冷建平，他肯定会拿我一把的。他等着吧。没想到，我以为李世杰会帮我呢。李世杰碰到这样的事儿，他也不敢得罪冷建平。我告诉你吧，他们遇到事儿谁都会往后躲，一群王八蛋。这女人啊，平时看得挺贤淑秀气的，真摊上个事儿，跟个泼妇似的。你们走以后，她一直在会议室骂人呢。都骂谁了？谁都骂，骂谢依夫，骂李世杰，顺带连我们都招上了。女人，小人啊！哎，下面该怎么办啊？如果真像她这么说的，只是一场误会，那我们岂不是又白忙活了？这件事情要查清楚每一个细节，包括那个范伟臣，也要查清楚，还有他们所有的亲戚。明白了。就算他们两个没问题，我就不信在他的亲戚朋友中找不出一个有问题的。世杰，哎呦，你这脸上抹的什么呀？这是？哎呀，你摸摸，滑着呢。行行行，珍珠粉，那是别人特意从浙江诸暨给我带过来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别什么人的东西都拿过。哎呀，我知道，那老包出面，我不出面，不拿白不拿啊。哎呀，哎，康子琴的事情。怎么样了？他是不是抗日分子啊？正在查呢。我觉得不像哎。你想啊，如果他真的是重庆派来的特工，那他也不会把那些床单藏到自己家里吧？等着你们来搜。假假真真，虚虚实实，有些你认为不可能的东西，恰巧就是真的。我觉得不是。不过我觉得吧，康子琴这个女人，她不一般。怎么不一般？你注意到没有？今天于四海要把她手上的金戒指、金手表都要送给她，她说不要。你想想，哪个女人不爱财呀？啊，这要是放个别人，那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她是面子薄。不好意思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拿那么珍贵的东西。不是，我可注意到他的眼神了。他有点那个眼神，就像那种感觉。蔑视。对，就是蔑视。根本就不在乎。是，他是不太喜欢这些东西，不像你那些牌搭子们，见了钱跟狼见了羊似的。眼珠子都冒绿光。不是，你说哪个女人她不喜欢钱呀？难道当初谢逸夫答应她别的什么事儿了？我不担心这个。就算这康子琴她是共产党，她在你的手下，她能怎么着？能兴风作浪？做不起来。我担心的是别有用心的人，他会利用这件事情小题大做，给你添更大的麻烦。
我倒要看看谁有这种胆量。这个，被子是新的，床单也是，就委屈二位了。什么意思？要把我们俩关起来吗？哎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二位先休息，这件事情很快就会查清楚的。啊，就先委屈二位，有什么需要告诉我啊。那我们现在银行的事情你知道了吧？我都知道了。李世杰背着宪兵队也想拿到保险箱里的东西，差一点就被他们得手了。银行方面加强了防范的措施，即便是钥匙和指纹都对上了，银行方面还要查验身份和手指，以后他们再想浑水摸鱼就不那么容易了。名单放在保险箱里暂时安全，但不是长久之计。组织上要求我们要想办法尽快取出名单。挖地道可以吗？挖地道，这倒是个办法。这样吧，我先想办法进入保险库，看看里面的环境。哎呀，不过我只是个清洁工，要想进入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。哎呀，是啊。哦，对了，老赵，嫂子的事儿我还在打听，你不要太着急了。知道了。我有心理准备。处长，就是他。
一句话给不给我看？我也是没办法。什么叫你没办法？你管档案室，你这谁又惹我兄弟生气了？这是方胖子，你来的正好。我要查档案，他跟我说现在需要你来批准，没有你的批准，我还不能看这档案。哎，我一个处长，连查档案的资格都没有，谁他妈定的新规矩？这是，你给我出来！消消气，消消气，兄弟。什么档案呢？不能给我们陆处长看啊！陆处长要看康子琴，那康不能看。凭什么康子琴的档案我就不能看啊？不是，不是我不给你看，这个档案啊，主任拿走了，不在这儿。包胖子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正在查这案子，这档案我必须看。想办法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行，主任，陆处长要看康子琴的档案，说是要调查。于处长已经调查完了，报告已经送到宪兵队了。是，当时他还跟我说。主任，报告给退回来了。为什么呀？大岛队长说这是联合调查，但是报告上没有冷副主任签字，不认可。联合调查，谁联合谁呀？荒唐。就是。去，把报告送到冷副主任那儿去。是。还有事吗？啊，没了。哦，我应该出去。冷副主任，这里有份报告，主任，请您签字。先放这儿，等我看完了再签。冷副主任，主任等着呢。我说了，看完了再签。这没听清吗？看完了再签。什么狗屁结论？说是一场误会，就算是误会，我们要把它做实了。主任，冷副主任说要等他先看一下。主任，搿只厂长拨伊面孔勿是面孔，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老爸出事以后，我把你藏起来了。有人接小美星去打探你的消息，还记得吗？是，那小王八蛋已经给我关起来了。把他放出来，好好用他一下。明白吗？哦，晓得晓得。要多动动脑筋。哎。康小姐，范先生，哟，范先生，你这是在练什么呢？哦，对了，我听说范先生以前是个钢琴师，是吗？佩服佩服。康小姐，怎么样，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？陆处长真会开玩笑，
您在这儿住两天就知道习不习惯了。那二位在这儿还缺什么吗？要不要我帮忙通知你们家里人，再送点什么东西过来？不麻烦了，上海我们也没什么亲戚朋友。啊？那怎么会呢？范先生不是上海人吗？二位又是在上海订的婚。淞沪会战一开打呢，家里人都躲到乡下避难去了。哦，那总该有几个以前的朋友吧？干我们这行的本来朋友就少，我们家老范呢又不爱交际，朋友就更少。怎么，陆处长，您是在查我们的社会背景吧？你看你想哪儿去了？咱们就是随便聊聊。你看，康小姐，你和范先生郎才女貌，当年订婚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热闹。二位是几几年订的婚啊？1937年订的，那时候到处都在打仗，兵荒马乱的，我们也没请客。那有没有什么订婚仪式啊？那是有的，就在圣约翰大教堂，当时的主持是莫里斯神父。你可以去问问他，时间、地址，他那儿都有详细的记录。陆处长，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哎呀，你看，我都说了是随便聊聊，你又想多了。现在吧，是出了这么一档事儿。日本人怀疑你们俩是抗日分子，哎呀，这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啊！我是想帮帮你们。那真的该谢谢你了。都是自己人，客气什么？哎呀，康小姐啊，你说你真是才貌双全，能力出众啊，要不然老谢当时也不会派你去重庆。说起这事儿，真是没脸见人。重庆的门都没摸着呢，又跑回来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是怎么暴露的呀？我就按着计划，顺着长江向西走，没想到呢，碰上了鄂西会战，我就逃到了义都。可是刚到义都，日本人就撤了，我就被江防军的便衣给抓了。他们在我身上搜出了密码本，我的身份暴露了。哦，这样啊。那后来是怎么逃出来的？他们把我关到一个破庙里头，看我是个女的，让一个小兵守着我。晚上呢，我就趁他们睡着了，给那小兵塞了点钱，这才逃了出来。这就叫吉人天相。没死在路上，却被自己人关在牢房里了，这就是您说的吉人天相吗？哎呦，暂时的，暂时的啊，别往心里去。哎呀，这个范先生练琴的时候还真够专注的。范先生，范先生，陆处长，哎，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？你看我忙着吗？他找我干嘛？行了，二位，我先有事儿，不打扰了。嘴挺硬吧？啊！
老陆，你来的正好。刚抓着这个，说是你的手下。我的人。对呀，他是我的人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弄成这样？真是你手下的？